节了啊，劳动节特辑，我们这个叫反卷风暴。好的，反卷达人拥有一次无条件一键下班的权利，有可能吗？你确定？一键下班？不是，你可能你有这个，我们能不能你有这个权利没有？就是你一个合同，拍着拍着，你要把那个签订两个字给我写清楚。哎，我们这有法务吗？法务在。没不好使，你这不好使。我们实在去印章给我拿出来盖着。联系一下律师，你一个合同，合同草案给。要不你就直接现金最保险。我们最后跟这个意见下班的人，我们写一个协议书，好吧？我心结，电话写一个协议书。太像的那种了。时代工具人，不骗时代工具人。好，我们接着说啊，对吧？来啊，括弧今天不可用啊。就像开始吧，我可以先负二吗？为啥呀？为什么？赚不到我这，我就已经倒了。来吧，来吧。抽检查。好，那要先针对我们团的养狗人是吧？我没有养过狗，还有养过我，等一下。我养狗啊。赢，朋友们，我们合同已经拟好了啊！大家努力争取一键下班啊！不是，你这个是员工拟的合同，有法律效应吗？你给大家看一下啊！你别把我的那个签名给截下来，贴到另外合同签名去了。谁赢是吗？谁放的多谁赢。就我今天让他们不放呗。对。那翔哥，你的我没有出去旅游，我好像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啊！谢谢，我负一了。那我也负一。大家都没有吗？对，我有啊。哦，他有啊，他三亚那个紫色丝巾啊，他跟他们爸妈。你们小时候从来没出去过旅游。对啊，是我是今年，意思是今年，我今年也没出去过。今年才三月份。我今年没有出去旅游过。那我今年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今年才三月份。对啊。下一个。我今天没有吃午饭。真的假的？真没吃午饭。我没吃午饭，我只吃了早饭。没吃，我吃了。午饭是哪？午饭去了。午饭你吃了？你吃健身餐？我看到了。这游戏还搞欺骗？哎，你也吃了？你吃了那个？吃了粥吗？吃了盖饭。我只吃了。你吃了盖饭？吃了盖饭，我吃了盖饭。你吃了盖饭？你今天你们啥新闻？哪是一个人？我这是你媳妇。洗手间是吗？我吃没吃？早饭，我没吃。早饭，啥都11点过了，还早饭？我来的时候都10点了，是吧？十一点过，中午了。没有，我吃的早饭嘛，妆都化完了。也不是你们早中饭，你是代表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吃的？张震源在我旁边吃那个麦片，我发誓没有。肥牛饭的是谁？我发誓我没有吃。来请进。我发誓今天我没有吃。我李耀文要是今天吃我。我就是没吃，啊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吃。我吃了，他吃点肥牛饭，我吃了我就内卷了，对，然后我就得这样，剩下500，800，没吃的搬一个，没吃的搬，没吃的搬。那你吃了呀？你让他问我吃了，我没。啊，吃点肥牛饭，那个也没算健身餐啊，我那顿不是3点钟吃的，就这样，想掰的就掰好吗？我不掰，我不掰，光明正。啊，光明正大是吧？他内卷了，我弄虚作假了，我也弄虚作假，我也啊，该我了。我看了，是养过狗，我确实吃了，我吃了肥牛饭。养个狗？你我没养狗，你还没养？你也养过狗？哎，我没养过狗。其实我只养过猫，我的狗是我姐姐养的。我可以掰了，赶紧，赶紧。你养过？不是我姐姐养的。那我应该再掰一个是吧？我养过狗。不是养了的别掰，养了的别掰。我养了的，我没养。啥没养？没养过。没有的事儿，没有。就是你没养他的，就他的问题。他说他没有怎么怎么，你就没有怎么怎么才掰。对，懂了吧？哎，所以没有养过猫。你别这样搞。有几个人养过猫？对，针对我呗。到时候要针对他了，就针对，针对一针对，针对。别听他们啊，马哥。今年没有打过篮球。哎，我打了，我
的，再给我打。掰，你们可以掰一个。没打，没打，没打。没有。你没打啊？没打。你今天在上面拍的那个黄球。嗨嗨。对啊。就是说，是不是篮球？算。那是不是篮球？打篮球，打篮球，拍了不就是打了吗？对。太好，然后就马哥一个人。我没打篮球，我没打，太成功了。你怎么没打？又没打了。你怎么没打篮球？他给我出视频了。好，听他说，听他刚刚的。我没有。你好过分。我三了，我三了嘛。就一了啊！我没打过篮球，今天没拍那个黄球，没拍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怎么就一了呢？然后我在那个没吃饭，就一了。那我得说个啥呢？张哥没说吗？我还没说，我都没有问事儿了。张哥，我还在思考。我今天没吃魔芋爽。哎，我也没吃，我没吃，我没吃，没吃。有人吃过吧？没吃，我没吃，我是真没吃。我发誓，我没吃，我很想吃来着。一个都没吃，没吃。我真没吃，我真没吃。索学院肯定吃了的。我绝对没吃，我发誓吃了。我看到了，你发了三，你发了三，吃了。我看我如果吃了，我剁了我的。一个个，一个个，一个个小小年纪，你们真的没吃，我只吃了，我只吃了那个。大家都不掰，都不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都掰，都掰。掰的多谁赢？谁掰的多？我不掰。OK， 到贺了。我没有一个完整的脑。我也没有。算了，我有。我也没有。我有。我连这个都弄不了。这个我承认。我有。我有。我承认。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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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脑袋现在是不是都是扁的？这个你见过大脑袋吗？你们都没有一个，我有，我有，好，我有，我是无脑。这一坨都算脑袋是吧？我这个问题他叫我说，等一下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们分量该怎么打？没有一个完整的脑袋。OK， 现在谁掰了？这样，我脑袋上面长过痘，挤破了，它是不是不完整了？好，可以。有道理，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？行，掉头发，掉头发没人。我的脑袋完整了。好的，脑袋完整。好的，到我了是吧？我脑袋，我不给你们说。我这边也可以剪呢，可以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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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二还是三来着？哎，不对，我是五根手指啊。放五根手指啊。这个游戏，那是不是我可以开始说了？放了三根了。对，我四根了。我没有残缺的脑袋吗？我没有残缺的脑袋。那我也没开始，我那我也没发。刚刚你们都说了一个，我说的有啊，我说的有。你们刚刚谁掰的时候谁能知道？我掰不了，我就没掰。我刚刚没掰耶。那就我就有，能掰一根。没事，那好。该谁了？我。廖文。我没有剃过光头。我没有剃过寸头。那我剃。马哥应该是小时候寸头。杨翔寸头。剃过，你别说了。剃过。我们那叫寸头。杨翔肯定剃过，我也没有。没有，还没剃过，还剃过寸头。我现在剃过，都没剃过寸头。好，过了这个啊，这个挺过奖。我也剃过，我到现在还有那个照片。我也剃过啊，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剃完之后被妈妈剃了。那我都剃过，你谁都剃过光头？你说我不是啊？我信了，你刚出生，你毛发旺盛。我信了，你刚出生，你毛发旺盛。我没说我，那我也剃过寸头。好的，那你没。你不难，对呀，你就掰不了。为什么？那你就对呀，那就掰不了。他说的没有，他说他没有。哦，我没剃过寸头。你脸皮真厚。你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玩的就是虚假那一套的嘛。李哥，可以。你没有养过猫？哦吼。行。我也没有。我可以。我也没有。我掰不了，我掰不了，没掰。之前你养过。我本来就这样是吧？没掰，确实没掰。开始针对了，是吧？这太难。该我了，是不是？可以针对，是不是？对。我没去过成都，哎，巧，去过，你去过，去过，哎，他去过吗？没有，他没在，他没在，他没在。你去过？我们那几次，你去过？我去过，你去过？我没去过，你没去过？然后巧了，哦，对，然后巧了，我没去过，他巧了，真没去过成都啊，真没去过成都，我也没去过，我真的没去过，都江堰算吗？说了成都的嘛，他又没说四川，哦，那我就没，那你掰吧。你掰了五根吗？那不能说正两根三根呀。你可以啊，你没去过啊？去过，我去过，去过郑州，我还去过吃过。我没去过郑州，我也没去过郑州，没有去过。那谁了？我买的没去啊？哎呀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不就是吗？对嘛？那是洛阳。洛阳。好，孙轩，你说，孙轩，你说我没有去过马家琪的家。你说我没有去过马家琪的家，赶紧的，来一个。马哥说了吗？马哥说了，我没有家，我没有家。
啊？什么？你这个话都说出来？你这个话都不至于吧？一个游戏嘛，哥，哪来一个游戏？这是还是那个？有点困了，这个不好意思，不想要推给我。我还可以出现。我想有个家，我家大家愿意，欢迎给我们，给我吧。小宋，没穿百万。我黑袜，我是穿的黑袜，黑袜，黑袜，过分呀，这有点不亲人了啊！黑袜子，黑袜子，都穿黑袜子，黑袜子，黑袜子啊！那我哎，我白袜子，也不是黑袜子，你白袜子，我确实是黑袜子，我没穿我就不能掰啊！哎，这什么？我没有袜子，你没穿过你就掰，没错，你给我搞一个，我穿我就掰。我没有去我们的家。你去过啊？去过，他去过，真去过，他真去过。跟哪家亲爸爸相谈甚欢？相谈甚欢。我没有那个啥，穿毛衣。我真露营吗？意思是？我这是卫衣。我也没穿毛衣啊。我也没穿毛衣。哎，我以为你要穿的毛衣。针织衫呀？啥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也没穿毛衣。对呀。哦，你又被针对了，是不是？丁哥被针对了。哦。丁哥被针对了，我是穿的毛衣呢。针对我是穿的毛衣呢。所以没人这样针对我是吧？是吧？我给当最后一个是吧？对。我没有进过马来西亚卧室。你怎么会去？不可能，你绝对进过。你去过郑州家的卧室？哎，真的太绝了！真的说不下了。我也没去过郑州家。你得分你都不要。谁去过郑州家的卧室啊？我三五班。针对你，就针对你。这针对马哥。对呀。太棒了，我没全了。下一个，哎，到我了。那时候是全折完了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。我没有获得经常 live 之神的称号。我没有获得 live 之神的称号。这有点学习，有点学习了啊。我是黑袜。我是白袜子啊。我是老六。我是白袜子啊。开玩笑，哎，给你讲，开玩笑，怎么给开玩笑？就这个，两面派。太两面派了。不是，我刚刚给你没算。是我本来都不能算了吧？不行不行，赶紧下去吧！现在像个插秧的一样。我没有穿白鞋。哇！真的我。哎，我也没穿白鞋啊。你是白鞋，就是白鞋。你知道那个公孙龙有一个理论叫做白马非马吗？所以说白鞋非鞋。哎，那是不是只有白色的才穿白鞋？白的就是白，白就白。好，大面积，大面积。我跟你说嘛，我提出一个新的理论，叫做白鞋飞鞋，可以吗？是不是纯白的鞋？哎，我哎，下一个，我没有支持。那些痛的记忆，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啊！我应该也帮我答了吗？所以我没有支持啊。你有支持？目前来说没长出来，是不是算没有？看看你的。我拔了，医生说没长，没长出来，就是没有，应该是有了，谁知道啊？不，估计是我做梦。走，拍片去。确定过的智齿吗？就是这个智齿，你拔了，你不代表你拔完了。对呀，他有没有啊？你那边没有。我怎么没拔？没说就是没有。对，就是没拔，就是没看见。那我再说一个行吗？不行。可以再说一个吗？拔了，你那边有个。我都拔了。小齿才露尖尖的。我没有。买过吉他，张哥买过，丁哥买过，我没买过，马哥也买过，买过 ，sorry 买过 ，sorry 真的要好多人，我也买过，我们这一届的，你要想买过吧，我买过，我买过，买过电，我没买过，我没买过，我也买，好过分啊，这个很过分，张志远还谈到我呢，太过分了，就一直在宿舍跟他去聊，是的吗？什么人？啊？那就针对一下他吧，我今年还没回过重庆，我也没回过。我今年我要是要回来呀、啊！哦，对呀，还没有回过成都。耶，就你没回过成都吗？重庆。今年2022年1月到3月6日之间，中间我没有回过重庆。那我也没回过。我也没有回过。哎，多少号？你回过。一月多少号到几号？你刚回两个。3月6号。对，你咋都回过了。回过了，咋都回过了。我是31号回的。12月31号。回到几次？你是多久回来的？20回了吧？对呀、啊，那不是20。该我了是吧？对。我没有穿黑白色的牛仔裤。黑白色牛仔裤。黑白色。针对。哎，我不是牛仔裤。黑白色。我也不是牛仔裤，是牛仔裤啊。我这叫工装裤。我这是运动裤。
这个哪儿叫牛仔裤？哪个牛仔穿这个裤子？都不牛仔吗？那你今天是谁啊，王哥？没有人穿黑白色的，老师。没有人穿黑白色的，老师。我没有穿黑白色的裤子，应该重要。正啊，水洗蓝白也是白色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张一军，那今天是谁啊？没有人穿黑白色的，错了。水洗蓝白也是白色吧？没有人穿黑白色的，错了。水洗蓝白也是白色吧？那我了，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。那我给你摆一局，我不是的啊。该你了。你摸吧，这是黑白。最好谈我，最好谈的挺好谈哦，谈爆了。哎，来一个。也没说原来到现在，那你原来北京原来没有北京没有空气净化器，空气净化器那是空气净化器没几个人，我也没有进空气净化器，有你买了，我去空气净化器，那个写的就是空气净化器，你装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呢，那看着你装的吹风机，哎，那个是有加湿器，那个空气净化器这么算吗？是加湿器吗？你就是空气净化器。哦，我也是。大的标在你的机器上的，你那个是空气净化器，那个小的是那个加湿器。对，一个单位，一点道理都不见。该张哥了，张哥了，我身上没扣子。我也没。你牛仔裤没扣子啊？你牛仔裤上，身上，上半身没扣子。真的说的，上半身没扣子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我上半身没扣子，没扣子，上半身没扣子，就他有扣子。就他有扣子。看透你了，坐下了，张哥。我确实，我看透一个人。哎，不要脱了，知道了，早就脱了吧，我刚刚。真相就是在张真源改成我上半身没有扣子之后，刘耀文就偷偷脱掉了外套。早就脱了吧，我刚刚。才看到我刘耀文脱了，刘耀文有扣子，刚脱没扣子，他刚刚没脱，他是够了，没有在洗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！